出现他的业火灼烧市民，田君真木一定要治罪于你。我可以解释的呀，夜华，你去跟田君求求情，我可以解释清楚的。没用的，田君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。那天君决定什么了？决定取下你的双眼，抵偿给苏静。你让我见他一眼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天君已经将阿离带到我母后那儿了。他说，他再也不会让你见到他。我知道，我没有。
求你了，六华。从此以后，我会是你的双眼。烟花不要。